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车，我是钟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啊，果然啊，怎么样？果然大涨啊！我说老师啊，阿妹哦，大盘开盘大热呢，我是强调一遍哦，可以买就是可以买，无人敢买，我叫你买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今天才叫你买，这一天我说什么？你拜托一下，你去看我那一天的节目啦，我唔免放屁啊啦，车标直接怕人气，我取大捡便宜啦，这个放假之前上家买股票，礼拜五。有没有涨？今天有没有涨？你卖给他讲吼，今天吼先落的，拜托的。他如果不下来，我还不知道说，他如果不下来，你怎么买嘛？对不对？搁太软，好你一 Q， 搁太软，好你一 Q。人家已经跌这么多了呢，那跌这么多，主要的原因也是台积电在跌啦。台积电这一波十二月真的跌太惨了，好那。你也不能说台积电跌太惨了，都是他害的啦哈、哦！不能被落啊，不要躲嘛，对不对？这我都已经解释过，我也不知道再不要再解释了哈、哦。重点是要买股票啦，为什么要买股票？我就没解问题啦。这之前你看到的嘛，公股为什么要挺台股？准备千亿银弹，他也不笨啊，他为什么要准备千亿银弹？崔老老师你硬逃，今嘛吼要买股票，买完要崩盘，这样合理吗？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台股股市的每一季的第一季胜率高，做多的胜率高达八成，就是起的几率比落的几率高很多啦，上涨的几率是八成啦。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你现在不做多，你要什么时候做多？我敢叫你在家做多，我是在家叫你做多的呢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如果要做多，连公股都要买股票，那请问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情？你也要做多嘛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开放 QR code？ 我不是单求你老师，你要打开那设备，不要打开 QR code 哦，拜托的哦，好不好？难得开放了，好不好？你要你赶快来啦，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。下一支真的会狂飙的股票，就放在里面啦，就放在里面啦。好，你只要扫 QR code， 我再讲一遍哦，通通不用钱哦。你有智慧型手机，你都可以自己去扫，这样好不好？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啦，真正要帮你赚大钱的啦，连电话都免卡，直接扫 QR code 就会当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回过头来，那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你要买不一样的股票。今年已经2023年，现在已经2023年了啦，你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。老师，我要买金融股，我要存股。我再强调一遍哈，不要存股，去年存股都很惨，今年还是不建议你存股，好不好？你还要买台积电、哦、重点是什么价格？我已经讲过几百遍了啦，这个价格只要敢买就是大赚，没有来打死都不要买，真的真的不要买。但是一旦来了，闭上眼睛买。我看全市场讲台积电没人像我这么准的啦、哦、老师是准到什么程度？看过这节目都知道，去年初的台积电将近700块的时候，我有叫你买吗？我跟你说不要买，跌到375块，我要喷了，要涨到500块以上，要跌了。哎呦，老师，老人家准的进股贴出来，我等一下拿证据给你看，什么叫神准，而且要事先预告哦，这是别人做不到的哦。来，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？你要尝试新的东西才会大赚嘛，我给你的绝对是新的啦，包括我今天要给你的也绝对是新的啦，你要赶快扫啦，因为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啊，隆中编辑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这样够不简单？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啦哈？我请问你告诉我，这我刚没预告。李勇老师今天什么早盘很强，可是尾盘比较弱。拜托，要不现在还是五分钟一盘呢，准备要解禁，这个礼拜就要解禁了。哦，明天就准备被解禁了。哦，就没解问题啦，他被绑了十几天了，好不容易要解禁，你说他会怎么样？啊，重点来哦。在台北股市的最低点29号这一天，我有没有预告29号是这一天嘛？我说啥？你可以去看节目，人气我取大捡便宜，侧标就是打这个。然后我前一天，在那一天的前一天，我跟你预告什么？
我跟你预告这一支可以买啊。除了我没有人敢买，我老实说呀，啊，你有一支停板呢？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哦，这天有谁敢买股票啦？敢买股票神经病，老师落一个月啊呢，创新低呢，无人敢买股票呢。是啊，那我当做你的靠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第一，我不是死多头；第二，我不是飞镖侠，每天在射飞镖。来。哎、欸，我不是这股价跟你讲的哦，我是觉得它真的基本面太好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买。那我一开始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我一当时跟你讲的，你讲老师起这追啊，你搁叫我买？哎、欸，涨这么多，我有叫你去追吗？我从头到尾没有叫你去追哦，我是等它拉回来，我跟你讲说基本面真的太好，拉回来可以买，在哪里买我都有跟你讲。请问我有没有告诉你？那为什么我敢买？很简单嘛，这我嘛不是没讲嘛，好加惊死人嘛。你再去跟这个比，为什么它涨不大上去？哦，也说不定了，搞不好又上去了，也说不定了，因为它整理这么久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说实在话啦，这种基本面已经飙了八根涨停板，就赚这几毛钱，你说他要怎么喷呢、啊？他就会有一定的压力。如果他要往上喷，就会遇到压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可是如果你的基本够好，假设你不是赚四毛钱呢、啊，你是赚八毛钱，或者你是赚一块二，或者是赚两块钱，哦，那就不一样喽。搞不好他今天他现在就有机会再创新高了。好、哦，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发现哦。来，今年的获利准备要挑战历史新高了。阿里光哎，一月份的业绩，现在的业绩是他一月份的业绩的三倍。你再去看我之前跟你讲的高利，也几乎是倍数啦，没有倍数啦，五成而已啦，五十几趴尔啦，对不对？它已经涨到哪里去了？它已经涨到哪里去了？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我没有叫你去追哦。后面这一段我等于是没有赚啊，老师啊，你这个后边你也无赚到啊，拜托的啦，我减赚这段，我袂当带你买这个吗？赚得更加爽，我安尼两个拢总赚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赚最好赚的那一段？正的赚最好赚那一段吗？他最好赚的被我们赚走了，那我们赚后面的新的最好赚，对不对？最强新霸主，有什么你爱买新的？有什么你爱买新的？真心要帮你赚大钱啦，我给你的绝对是新的啦！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隆重编辑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很简单，智慧型手拿出来就顺便给他扫一下就知道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你哪个没像我嘛？不怕多哈，我也没办法啦哈。然后言归正传，来哦，这基本面我嘛变该水了哈。你说涨这么多了，他不休息可以吗？他不震荡一下可以吗？所以你会发现他最近在整理，但是因为他基本面够好，他整理过后一定是一定又会有一波新一波的涨势，一定有新一波的飙涨啊，就跟这个一样啊。我拜托你啦。我不是设你才告诉你啦，我前面讲的时候不是飙过，飙过整理过有没有再飙过？哦，加西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不买它了啦，我觉得它更好啦。为什么？再看一次啦哈，讲获利准备创历史新高啦，讲基本面业绩好到吓死人啦，这连看都免看啦，当时喷的问题，娘。就是这么简单，所以为什么敢买？我嘛唔惊你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老师啊，嘿银班我拢知啊，嘿免解水啦，大家拢知啊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哦啊啦，免解水来啦，我顶礼拜给你的啦，我顶礼拜跟你讲的啦，哎、欸、拜托你哦，无人敢买股票，大家拢惊啊要死，大家拢无去买股票，我的股票翘可怜，哎、欸，我搁有逐天叫你下飞镖，逐天跟你讲无同款的，今仔讲倒一支涨停板面。我再讲一遍哈，我不是飞镖侠，不要拿我去跟别人做比较。如果要当飞镖侠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神，要跟不要的问题。三岁小朋友站在这里就是神，要跟不要的问题。
你知道为什么要设飞镖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作弊吗？这我不用解释，你也知道原因嘛，你也知道逻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叫我们哎，我有多几个小飞镖鬼啦？你真的不用每天设飞镖啦，你买的永远是最标啦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啊，无人敢买股票，你放假，你的股票给你翘可怜，我嘛唔敢买啊！哦，你唔敢买，恁家的代志啦。我能做的就是预告哦，请你先上车，好，你要赶快去买。那，你不买我也没办法啦哈、哦，我能讲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啦。你买我老师啊，啊，你股票够喷，你袂当大家拢赢帮啊。公营盼望我们是今天在跟你讲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基本面真的太好了、哦、无懈可击，所以我认为它还可以投资。那你说涨这么多不休息也有鬼啦，吓死，对不对？你说从头喷到尾，从第一天飙到、哦、你三个月后，它中间也是会有整理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跟我说哪一支股票应该天天涨，涨不停，永远不停。好，一档涨十倍的股票，它中间不会休息，骗笑哎。好，我如果跟你讲说，一档股票、哦、它现在要涨十倍，好、哦，但是它中间是不会休息的，那不就鬼扯吗？你涨十倍的过程当中，要经过多少的震荡，要经过多少的洗礼，要经过多少的甩叫，它才有办法飙十倍。如果我跟你讲说我的股票可以飙十倍，中间不会休息，那绝对是在骗你，我也不会骗你，好不好？这市场永远不缺飞镖侠，只缺愿意讲真话的人。有谁会愿意讲真话啦？啊，顶礼拜我就讲过啊啦，嘿啦，我有两支，那再涨个两天哦，就有一堆人又跑出来了啦。老师怎么那么奇怪？你预告他就亮灯，你可以去看我上礼拜的节目吗？暴跌了两个礼拜，我突然跳出来跟你讲说，如果再拉个两根，你就又一堆人又跑出来了。我的看法，我从头到尾没有改变我看法，我也不会因为今天亮灯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怪怪攻了，我给画起来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我敢预告了，但是不代表说我每一件事情都要照做了。我觉得他会弹，但是我不一定要去买它，因为我认为他没有翻倍的实力，那我必须要放弃他。我前一波的高点我就跟你预告了，我跟你讲的时候什么时候在这里喷了六根涨停板，我觉得够了啦，我也没买上观点啦，还要喷都留给你谈啦，留别人谈，留那些认为他可以赚比较多的人赚、哦、我们这样就够了，好不好、啊、这样还不够，六根涨停板还不够吗？来，你那个时候有扫 QR code 的，你来帮我做见证，真心要帮你翻身的。该跑的时候我有跟你讲，跑完整理的一个月，没有人要分析啊，蹲苦窑蹲了一个月，突然蹦两根，全市场所有人都跳出来了、哦、两根之后跌两个礼拜，拉两根跌两个礼拜、哦、又是痛苦的一段时间，上礼拜我预告完，今天就 bang 上来了。你总不能今天拉个涨停板，你看我的股票赚几趴，一样啦，你赶快去扫就对了啦。你赶快想知道你就赶快去扫嘛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不想多解释什么啦。什么叫做预告？台积电呢不用分析，你看我节目都知道它会怎么走啦。所以哇，大家外资都跟你讲说还没涨完呢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在讲反话，我一点都不相信，我完全不相信呐、啊，所以你绝对不会买台积电的、啊。我问你呐，你在这里买台积电有意义吗？所以我要大概在这里嘛，买台积电继续暴跌啊，到了12/12，我还有拉回就买一点哦，拉回就买一点哦，啊，继续暴跌啊，跌到今天准备挑战波段新低哦。到底跌完了没？你想知道跌完了没？你就赶紧来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价格只要敢来就是大赚，没有来就不要买，就这么简单。
哦，我没在包白，我给你就是单一价格，一毛不差，有把握才敢这样做。在这之前，你不会去买台积电的，因为我都有预告啊。我在它飙到500块的前后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哎，全市场一片看好，每个人说巴菲特怎么样，巴菲特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有跟你分析台积电的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哦，你阿公台积公外台积电就好哎，结果呢？结果是什么？你自己最清楚啊。你因为那一套逻辑，因为那一堆言论，你把台积电爆从高点一路爆下来，难道你不痛苦吗？怎么会有人在大家都看好的时候跟你讲说台积电不能买，逢高卖？我已经说，我已经说过啊，外资喜欢讲反话，真的还假的？所以说要台积电在最低点的时候，他怎么讲的？哦，六大风险，每当没台积电哦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早不说，晚不说，偏偏在阿雄告诉你他要喷的时候才说，你就觉得很奇怪。我说好，真的好神，真的是反话呢。10月26号最低点，你们叫跨掉贵啊！你啊，哎呀，世界冠军台积电已经跌到非常糟糕，已经有落底强喷的实力。谁敢在这里跟你讲他要喷了啦？谁敢在这里跟你讲他要暴跌了啦？那你说这个价位如果真的来了，老师到底来了没？哎，感觉好像不跌了呢。你这几天把这张拿出来，它就不跌喽。那到底来了没？你想知道？你反正你少了，我一样啦，这样好不好？通通告诉你啦，啊，很简单的啦，啊，重点也不是这啦，重点是这啦，爆喷大黑马啦，这个才是今天的主轴，才是今天的重点，这样好不好？那这个我就不解释了哦，最后一次跟你预告10月16号，好不好？10月16号，套情况卖供啊啦，啊，就这一天啦。你无看那个台股崩盘，股票在喷的啦，然后呢？搬完盘以后，它跌下来，机会又来了。10月16号，我要跟你讲，它要喷了。只是后面这一段时间，最近这一个月，我都没有叫你买台积电哦。看好是一回事啦，但是能够赚多少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啦。我们倒不是开银行，包括你嘛不是开银行。哦，我若要下飞镖，大家拢买卖，我唔知影要哪去做后一支啦。今天如果你是看我节目的人，你是今天来的人，你会想要买高利吗？后面当高利的，我嘛不知道要讲啥。这你讲一去，伊嘛无去；你讲伊无去，伊嘛有去。啊吼，去几百波，一天平均一天不到1%。我讲实在话，真的会很痛苦，真正会哭出来，天天涨停板。再赚最好赚的那一段，你可以高利也赚，你可以银邦也赚啊，啊，你不知道我送呢，对不对？其他我不用讲啦，你不要说啦，没有行情啦，你说就算没有行情，请问做价差可不可以赚钱？前一天预告，隔天盘下拉到涨停板，2天快20%我就卖掉，老师你怎么赚这么少？后面飙了2个礼拜、哦、然后卖掉去买这一只，飙了3天我就把它卖掉，它飙了3个礼拜。我就是赚这么少，我也不怕你知道，我也不需要骗你。你跟我买的，只要跟我买的有赔到半毛钱，我退出市场；只要赔到半毛钱，我退出市场；不要赔，只要赔半毛钱，我退出市场；只要赔半毛钱，我退出市场；只要赔半毛钱，我退出市场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我先讲第二趟我没有赚钱的哈。那我说宏观的部分呢哈，来，我们从这里两天快两只停板卖掉，换这一只连喷3天卖掉，再换这一只连喷2根卖掉，他喷6根啊、哦、我要骗你为什么？你说、啊、我说你股票喷6只涨停板，我真的卖掉了，我真的赚很少、哦、我也不会骗你。然后我买这一只，这一只我也不是这一天买的嘛，我买了3天，我应该几天前就买了，然后涨了几天之后突然砰涨停板，我那一天就卖掉了，然后换这一只，他要喷出我把它卖掉，更积极更灵活赚更多。然后
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进入十二月了嘛，股票不用多，手上有钱就是王。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动作又变少了，我不会每天跟你讲说我在射飞镖啦，神经病才每天在射飞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是飞镖侠，我不是飞镖侠，也不是死多头哦。这样是死多头吗？会交代的，会卖的，会赚的哦。那其他我不讲了哈、哦，这个没有人愿意跟你讲啦，我会跟你讲真相啦，你才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应对这个行情啦，对不对？你别跟他说银邦，我说这两天就好了。哦，你要我说什么？我有设，我每天叫你设飞镖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你说银邦，我一开始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我不是现在看好哎、欸，我老师你现在看好，够给我买。我是等它拉回来、欸、我是觉得它整理差不多，我觉得可以买，因为基本面足以让我去投资这家公司，真的真的可以投资。只是说，你说它涨这么多不用休息吗？当然要嘛。所以还有一档股票，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买了啦，你现在就可以当买了啦，行了。我还是要强调一遍、哦、你今天赶快扫 QR code， 我不是每天在开放的，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你要买标股你就要赶快去扫，好不好？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爆喷大黑马已经准备要开喷的超级黑马，它叫做爆喷大黑马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啊，没人会这真心，这真正要帮你赚多少钱啦，他叫爆喷大黑马，今天只要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还没扫的赶快扫描 QR code， 他就是你的，就准备马上要喷出，你就准备马上要大赚的，所以你还没赚到钱的赶快来，今天只要扫描 QR code 龙边旗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还没扫的赶快扫描 QR code， 我们先弄广告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一八八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Cobre a boca para tossir. Máscara. Não rela em mim. Lava a mão. Ué!欢迎再回到现场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还没扫的把握一下，赶快扫我们的 QR code。你哪爱没扫，你光给扫，智慧型手机拿出来自己扫就可以了，你连电话都不用打了。
你也不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问，没有这种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有人会拍谁？我老师我也拍谁？无空不受禄，很多啦、哦、等等等等等啦、哦，起码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你只要把你的智慧型手机拿出来，你只要做一个动作，扫了就对了，好吧？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还没扫的赶快扫，你要买标股了，你赶快扫，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哦，今天我老师，我今天立台涨停板。我现在不会买立台啦，哦，我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啦。我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有少的，上好赚的就这段尔，无啊，后壁都有涨停板吼，不会超过两天，喷不超过两天呐、啊。可是我跟你讲的时候是连喷六根涨停板了、啊，最好赚的一段了、啊，一样啊，银邦，哦，更恐怖，他还没喷之前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？我们就赚最好赚一段，高利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爆喷大黑马，哦，跟着我们一起来赚最好赚那一段，已经准备要开喷了，超级黑马准备要开喷了哦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爆喷大黑马，今天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扫描通通不用钱，还没扫的赶快扫，祝各位收视率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